概吃便当，就是阿水吃的猪脚便当，然后看有豆干、卤蛋，然后白菜、白菜卤、白菜卤、白菜卤，然后笋丝，笋丝我蛮爱吃，这种古早味的那种笋丝很好。然后干猪脚，你先看这个饭啊，看绿衣本名的饭，然后猪脚，这个是蹄的部分，它是一个便当给力量，一半半个。那基本上他们家的猪脚不好吃错了，因为他们家的猪脚不用用牙齿，那味道方面我是觉得比较适中，像那个台中其他名店的我就觉得吃起来有点油。白菜油，白菜油，那卤蛋基本上应该是鹅蛋，是比较知道。是鹅蛋，这样就是鹅蛋。那基本上他们家这个便当就是，我最早一个，最早一个好像便当好像80块吧，还是75块、80块。那现在这个是100，但是这中间相隔也是20几年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他们家算不是很涨很多，与那个通货膨胀指数来说差不多。然后分量上以我的食量，我就觉得这样一个便当我会很饱，因为它的便当盒蛮深的，所以我是觉得还 OK 啦，就是吃了一个会饱。那你食量大一点的话，当然可以再点其他小菜配一下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阿水吃的便当，猪脚便当。OK， 拜拜。